在台南进行的自由车竞赛第一天，一共进行五项预赛、两项决赛。打破台南市场地15年纪录的是台中县的洪信成，男子组1000公尺计时赛成绩1分11秒6。另外，打破全国纪录是女子组的1000公尺个人计时赛，台南市的施丽碧成绩是1分27秒65。男子1000公尺个人。